一半的我好像被爱的虚荣宠溺着，可是另一半的我又好像独自走在钢索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已经两天没有跟他联络了。其实呢，我没有恶意的，我就是想跟你交个朋友而已。我没兴趣跟犯贱的人做朋友。东方美 Impress 面包树上的女人。